你不是这儿的，桃叔的，喝酒吗？哎，给我留一口，还真就一口。 我跟你说，这些都不是秘籍，秘籍在上边。走走走，我带你找秘籍去。走走，哎，你动作轻点啊，白虎脸睡着了，别把他吵醒。还有啊，你别拿秘籍，秘籍不好卖。你去四楼都是古玩奇石。 之前，你说白虎脸睡着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守着他呀？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看着点他，别到时候吐我衣服上。那我走了，你少拿点，别太贪啊。齐霄居然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，有点意思。你说什么？